03年女孩抬在家里的服装店，今天醒来就先通过，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。我俩准备去看新房，那车穿的我都笑崩了，还是这样顺眼，新房等到彻底弄好再给你们看。到家先把昨天没运完的弄一下，新一份穿搭请收看。这个裤子好显腿长，挑几件一会儿拍一下。我打算买个电脑，等绿色通道删掉弄小黄车方便一些。第一套短袖太田园了，背后是这样的。第二套短袖里面有垫肩，直接就是直角肩。每一检查给顾客剪剪线头熨烫一下，把裤子也从小厂库拿出来。小黄车给你们上了几件，金逸份打包满满当当。